起初认识啊，只是为了交个朋友，但随之交往逐渐深入，马某说自己也动了真感情，他和阿豪彼此承诺要各自离婚，再重组家庭。而对于事情之所以会演变成今天这样，马某说阿豪才是罪魁祸首，阿豪才是那个欺骗他感情的人，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欢迎回来，马某到案后，对于自己经济诈骗的行为矢口否认。他说自己和阿豪起初确实是真心相爱，是后来阿豪出尔反尔，违背了他们之间的承诺，才让他们之间的关系走到了今天这一步。那他什么时候就是你觉得他是不想离婚了？我在6月份的时候发现他跟他的老婆根本就没有任何的沟通过要离婚的事情。这个两人的说法就不一致了，因为马。 就说他们其实交往的过程中，双方彼此都已经告知过了，包括他知道，浩没有离婚，他也是知道的。但是按照对浩的说法，他实际上是一直不知道的。在马某眼中，自己一直在办理相关的离婚手续，阿豪虽然满口答应会离婚，但却迟迟没有动静。马某认为对方是欺骗了他的感情，所以一气之下想挽回损失。 那你这11万是6月以后才完成要的吗？出于心情上被感情背叛了，不觉得为什么要人财两失呢？他从头到尾都跟我说他想要离婚跟我结婚的。那他让你回来干嘛呢？就又不想结婚，想要重新在一起继续以恋人关系啊？他也萌生了这种希望，浩能给他钱财的目的，那么他就觉得。 浩作为他男朋友给他钱财是理所应当的。庭审中，马某自称在男友阿豪身上花费不菲，都是现金直接给对方，但由于没有留存证据，不能查证核实。我在他身上花了要20-30万左右了，而且是因为我做人比较马大哈，他当初问我借的钱，我欠条找不到了。 所以你觉得11万对钱来说是个补偿，是吗？我借给他的钱都不只是1万，我只是想要要回之前给他的钱。渣男，那人家现在既有钱又等于白嫖了，不是很快乐吗？马某和阿豪都是90后，马某从事医美行业，自称收入可观。记者特地就借款问题和阿豪求证，阿豪对此一口否认。 他说，就是当时他也给你用过钱的，你这边有记忆吗？这个不存在，没有的。阿豪还表示，自己在这场欺骗中受到的损失远远不止这11万元。19年的时候，我还给了他大概50多万，所以说对我来说，其实11万判3年，对他来说是轻的。